干啥呀？你过来干啥呀？我为破坏而生，而你挡了我的路。全军出击！你去开野去啊！我们的鲜血会浇灌同一片土地，还是撒的莫干辣吧？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你也得死啊！啊哈哈 ，Table Kill！ 哎呀，漂亮，兄弟！直接拿下！只不过是我们的倒影。汉森前期还是太猛了。莫干辣一级学的 W 技能没啥事儿。哎，踩住接托干哈呢这？我操！哎呦，漂亮这个加血！我跟这耗子配合的简直太完美了！踩住，扎！兄弟，不好意思，这波没升级，我没想到啊！哈哈，送了150，哎呀，哎，太难受了这。啊，这太难受了。哎，差一点升，我先把他升啊，杀了，杀了以后升了，升完以后我们直接一个亿，还能吃啥？没事，我们科学养猪。连我的战绩都是二逼的样子。等一下，好着啊！哎，杀！哎，别！这波还可以越呀、啊！战斗是因为你不可替代。咱们是踩住渣。啊！没事，血断。这样我们不会太肥啊，但是对面呢又吃不着经验。就很舒服了，知道吧？这莫干辣没 E， 那二级学啥 E 啊？你给我来个二级莫干辣学个 E 呗。那他学的 QW 的他啥 E 的？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。来，啥 ADC？ 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？快过来！也不知我是否还能回去。可辣。踩住，扎！
点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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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盖棺，岂能论定？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杀！快点推！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嗯，谁呀？别杀了！寡妇在旁边呢，寡妇。刘浩，我到了。毅然前行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踩住扎，跳弹，好伞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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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杀，杀我。拿下，长枪不假，我亦不虚。哎呀，扩建了。这是什么？封锁。这设计师也太懒了，你不能给设计一个图标吗？懒鬼。复仇即是寒冷，处理高山的我并不需要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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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这可救不了啊，兄弟！哎，漂亮啊！强者无需慈悲。假装走了，其实非他。踩住，杀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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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小浪了，我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我去一诺千丈便可再无攀登。哎，靠，这寡妇挺猛啊。这招
漂亮。耗子虽然死了，但没关系。帮我们打了一个寡妇的大招。可以杀。哟吼！先来个星石啊，石头人儿感觉好像杀不了。哎，麦格纳有秒表，但是没关系，飞喽。哎，这 ADC 怎么回事啊？莫格纳起飞了呀！莫格纳拿了3-4千块钱。永不言败。还好我们家积木啊，还能有点用。啊，没关系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呼吸，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。无数先祖用最后一口气看见我了，不能啊！看着来，我上了，逮住扎，我的命令是我手中的武器。有红啊。下去杀一波，能打。我就这俩人，哎，算了，不飞了。我们生长在暗夜，心灵的夹缝中，但我们必将凌驾万物。我估计他旁边有寡妇。成
传奇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秒表，他勾引我，我们就杀他。小寡妇，我说啥来着？是不是？跟我在这装。直接飞啊！杀 AD， 我有秒表，没关系。先杀这个，杀，杀石头人，可以。薅着给杀了，拜拜。哼，再往前走来。我们查眼，让石头人在那儿打眼儿啊，然后我们打龙，给我杀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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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有啥伤害呀，兄弟？啊，你有啥伤害呀？可以帮，可以帮，可以帮。打定啊，队友呢？我来个搜集者吧。可以飞，大维克托减速，这莫干辣我能直接秒他，啊，下手要狠，救命啊，靠，他居然有闪现，真难呐、啊。
还是跟队友走吧，这就越扯犊子了呢。我来了，队友呢？我们找大龙吧。可以打大龙，薅着打人也不咋疼啊。果然是 AP 薅着呀，那感觉要完啊，这让对面给反扑了呀。玩家这波小龙我们应该能过来打一波看看啊，就打这我们杀石头人啊，还打小龙，我们打大龙可以。还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，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开中路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们家能打大龙和能拆中路选择一个，那一定是打大龙。首先大龙他给经济给钱，其次他给 buff， 再其次他给经验，而拆高地只给兵线，明白吗？我帮你杀这石头人来，退中，站起来，再和我打一场。千百次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队友呢？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
我就知道这肯定是 AP 薅的。先推个上喽。回家凑装呗，来这个吧，这个卖了，这已经不需要了。星辰遥不可及，于是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没啥买的，随便买一个吧。大招伤害高一点，已经不需要视野了。我这边高地格要没了，我们直接上啊！对，杀我！我就想知道队友都哪去了。还能不能救一下了？那队友呢？那他妈的，那怎么救完你们的队友都没了呢？玩呢？干啥呢？逗我玩呢是不是？我操！我打一半说队友没了都，生气了，气死我了！我飞过来他们好了。还上路啊！上路也不猜，我一寻就得让人瞎了。快点出来呀，等个 Q 地瓜。不摸你了啊，一波办了，一波不了。哎，可以试试，可以试试。别尬黑，主播俄罗斯人，没错，俄罗斯。